来来，特殊才艺表演哦，哎，平常时也唔爱看到。我看迄个重音，你先来好啊。我来哦。哦，我可以重。哎，郑重跟你介绍郑重音，重郑重什么音？得什么所？阿弥陀佛。我来讲，你给他看我这身打扮，你有学的什么不？这身打扮。干啦呀。哦。应该是谁？三太子。是不是杨辉？你才是三太子。应该。哎，我是有的。我有在。因为是当机啦，高中的时阵吼，那是干怎么样？早干，早不干啊？啊，早干啊！爱干呐，干比何在？哎，人说苗讲我贵妇命，你讲我早干呐？啊，来，你今天干无钱？我今天做有啥物？但我该讲，今天去接触特别的例子，伫三十年前嘞，五杰太太大巴肚，巴肚疼，伫暗头啊要食暗顿时阵，生出一个足水足水的查囡仔。暗头姐姐，伊就给取一个名叫做郑重音。听你说你的，是的，哦，真的哦，嘉伟车衣是外，嘉伟车衣的，啊，你看于天于大哥算港青，哦，那差差不多六十年呀，兄弟哦，你安尼很兄弟哦，于大哥是提供师啦，无啦，伊到了大年初一啦，是哦，伊算正宫是提供师啦，提供阿健嘛，提供阿健，你无讲个，伊跟你无讲个提供阿健吗？是啊是啊，开都开啊，一摆拢不会，费你，我没有事啊，哦对的。很有很福报，健康最好，很有福报健康啊！对对对，上主要是我今天是有备而来，我们来跳起来周五过年气息的舞蹈，叫做凤阳花鼓。哎呦，凤阳花鼓这样，我跟他姐姐眼神讲，不是，凤阳花鼓真的是这样打扮吗？姐姐，你看这是。就这个比较像那个茶锅顶呢，是啊是，茶锅顶嘛，别别，茶锅顶。来，回过来，花鼓来了，花鼓来了，来。马来西亚朋友，你有看过我吧？我在马来西亚还不错哈。想不想看我跳凤阳花鼓啊？不用这样子抢票啦，不用了。天哪，来郑重音的凤阳花鼓。这鞋跳什么步啊？哎，他跳了没办法啊！不是一个冷娇娘呢，左手锣，右手鼓，就搞一点点。啊，老师的高我冷娇娘，老师讲我给他跳进冷娇，我给跳第三娇都记不起来啊。会你呢？安尼别跪，别跳，跪到。左手你马上跳这边，左手右。好啦，阿弟，哎，我最用心的电视看过来是变过来。我是安尼吗？是安尼啊。我说你，你手你卡卡的，太拜托。真正的才艺要展现出来，不是安尼你。等一下，是呀。可丽姐先跳一下，来。我跳什么？阳光。我跳跟他一样。来，跳一下。直接跳。这是第九啊。他讲的叫做凤阳花房。哎，我是安呢。你家己有高低的。有啊。哎，我是凤阳花鼓，我搁要跳个个阴阳花鼓。喂，我本身生来就有炸够啊。阿内啦，我要瞧起来好啊。你瞧。对于这个花鼓呢，我是从小就能送到科班去训练，四岁就一次马劈腿。卖个 gay。现在够羞涩了啦。跟我的身材怎么配？还挂在我在锦江看了2B43救难拳呢，好不好？快跑！我赶紧炸来。你有炸过？哦。你这是哎红豆饼吧？是不是？你要表演乐器，要跟你的脸成正比，好不好？哦。哎呦，头一届看到的物件比你的面较大片。系啊，有这概念啊。我你讲，大家不看个刘文正跳凤阳花鼓？刘文正跳凤阳花鼓？嘿，不用音乐，老师给我那个。诺言，阿龙不能跑啊！桂林西亚就叮当姐，他没关掉。
成为你凤阳花骨，不只是家，我充满了心中的鼓舞。想去看海岸，小小的花骨。修改修改修改，来来来，唠唠会点时间。你话你，哎，你有感觉我表演比较好不？哎，好，好，我不要紧，但是贵人大家未计较。哎，我想了。